三级高，向老师。啊，无量慈悲哈，八转哈。哎，我们这个楞伽经也快结束了哈，最重要是九转哈，九转乾坤的修行法的密法哈，要把它搞得很熟透。那你搞不熟透的话，你们如果说正式要闭关的话，很难修行的。那什么人才可以闭关？第一个，是不是把生灭心放淡的人，色欲要没有？ 红尘的观念要没有，红尘啊，红尘俗世要没有，所以一般要进入闭关以前来讲，大部分都是红尘观念还很重的人，或者生命心还很强烈的人，一般闭关是很难修行有结果的。所以第一次闭关大部分都在消业障中，那第一次闭关消业障之后，就要第一次闭关完了之后，就大部分要住在道场了。如果还有经营事业的话，很难第二次闭关的。 也没有办法闭关，要全部住道场，所以要远离那个深住灭见，就是世间的生命业界跟你没关系，你才能够经过第二次闭关、第三闭关，才有可能修炼法身。因为你有深住灭见的人哈，就是会有啥，会有那个起心动念的妄念太多，这个在修炼来讲是一个大忌，啊，所以一般认为修行很简单，就很难。 因为念及足那个足迹念及要念到心性都定了，世间的东西送给你今天你都不要，送给你公司你都不要的，打死你都不要的，那这个都是你深住灭见没有了。如果还有的话，还有贪欲心在的话，那个深住灭见是没有资格哦，叫念及已成哦。好，所以修行的话，不是说用我们嘴巴说佛很简单，我们心向佛就佛了，哎，不是哦，是要经过一番的怎样？ 真正到清净无比的清净，念得没有任何的杂质哈，无暇哈。你们如果这一次到九华山到地藏菩萨，有一尊叫做无暇和尚，都是百岁功，那个是修行到一点瑕疵都没有，叫无暇，清净无暇啊，他感应力很强哈。那我们来讲这个变化品，就是说，因为佛成就了之后，他会有变化，那所变化的话就是化身。 那佛来讲的话，今天讲这个经的话是真实佛在说的，所以变化佛不是真实佛，真实佛所说的就是由心顿起来的智慧，要把那个妄拿掉，要把执着心拿掉。如何修成八地菩萨？好，我们刚才上过八地菩萨怎么修的？八地菩萨有四种的修行方法，我们再念一下。第一个叫什么？善自分别自心现。 什么都是你自心现出来的，你不要去谈它，它跟你没有关系。善自分别是自心现的，你心现什么东西就是，你心现地狱就地狱，你心现恶鬼就恶鬼，你心现阿修罗就阿修罗，这个都是你心现出来的，所以你不要怪任何人。你如果有了解这么多的话，你烦恼是自己找出来的，痛苦自己找出来的，都是自心现出来的。如果你了解这个，你就远离自心现，你那不会去那边再起那个。 自心现的作用，第二个要远离怎样生住灭见，因为生住灭是一个过程，我生执着，住着执着，这个我生的，这个我生的，我生就会执着，执着就怕它灭掉。那每一次经过一个生住灭，再一个经过生住灭，再一个生住灭，永远在贪嗔痴爱，这是四的种子，就这么可怕。你没有远离生住灭见的话呢，你就很难入八地菩萨了。 第三个，关外性非性，外面的任何都跟你无关，只有你的信才是你的，谁怎么样你都不用巴结，你也不用去跟他讲，因为都跟你没关系，你不要为他烦恼，为你自己的信在烦恼，你的信才可以成佛，别人的信都不能成佛，不会为了儿子呀，为了父母亲啊，为了谁想一大堆东西，他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跟你成就没关系啦，他也不会去成就啊。 所以大家把自己搞成就最重要，所以关外性非心，它不是你的心，所以你烦恼那么多啊，多余的烦恼。那我们就是关心太过当，也把自己心都荒废掉了啊，这是关外性非心。第三个自心顿智，你要从你自心去顿那个佛的智慧。那心顿智里头，大家远离分别心啊。 远离执着心啊，第七是第六意识分别，第七执着要远离它哈。那这个都是真实佛他才想这个佛的，好吧？他说变化佛非真实佛，所以他变化佛的，比如说变化佛变出来会有金刚护法，会有菩萨都在旁边拥护，他说他是变化的，真实佛是不需要有金刚力士来守护他的，不需要的。
在画给你们看的。OK， 哎，画出来很多菩萨，很多金刚，他可以画、啊。对，他说根本就他达到真说，他根本不需要这样，不需要假金刚力士守护，所以不能说也变化，我也不能说自己达到的自证政治所行的境界没有办法说出来，因为文化佛来讲就好像月亮，月亮只有一颗而已，但千江有水什么，千江月都是变化佛，他会渡你，他会渡你，会引导你，你以为是佛来的，不是，是变化佛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讲。新的境界，他只能讲，你要钱啊，他就安慰你啊，你慢慢来，你慢慢就会有钱，啊，那样那样，你念菩萨，念念圣号，这可以消业障，都是变化，我在变化的。那因为月亮这一颗吧，但是你只要有个念阿弥陀佛，他变化我就到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真实我不来的，他真实我怎么会来？因为只有一尊啊，所以他说变化我是你不了解说。真实佛是自所行的，自心分别是本寂故，故不可得、哦、所以我们产生分别啊，这是佛来的，其实佛没有来，佛真实佛在哪里？是因为你有他跟他感应力，他就来了，画给你看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什么，就是千百亿化身，会有这种千百亿化身。那他为什么会有千百亿化身？因为他不执着，他不分别，他才能千百亿化身。他因为没有生住灭见。他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啊！那我们就了解这个以后呢，就了解说，佛化一切是为了普化三界，所以这个变化佛他化一切，是为了普度我们这个所有的三界众生，一切六道三界众生都是为了变化所实现的。他本身的真佛没有，所以你要拜，像要拜瑶池金，我们拜的来这个都是属于变化佛，济公也是变化佛来的啊，不然那么多济公怎么办？大家都要拜济公啊，真正济公来吗？没有啊，真实济公不会来啊，但他会感应力，感应到你的心，应你的心给你感应，但是他不会讲修行的方法，他没有办法，因为那是讲不出来。所以说《楞严经》这个本经是真实佛在说的经，所以我们这个经比较难一点，就是真实佛所说的，远离文字，远离语言，只想心，由自心顿智的境界、哦、那刚才讲了四种修行法之后，还有一种三种修行也可以达到八地菩萨的，哪三种修行法？快速修行法，第一个叫什么？一切都无影像，外面都没有影像，有影像是你生出来的，你认为影像都是虚妄的，你死了都不存在，所以你现在都要当作它没有。一切都无影像，如果有影像，就是你贪它有影像，你就产生的执着，产生分别了。第二个叫什么？一切无影像。第二个要有佛的愿力，跟佛一样的愿力，持佛愿。你佛是什么愿？你要跟他一样愿。第三个自心顿智，这三个也可以修行到八地菩萨。因为七地菩萨跟阿罗汉的六根清净的阿罗汉是一样的，七地菩萨是一样的。但是到八地菩萨才到无影像，七地菩萨还有影像，还有那个什么六根清净还是有影像的、哦、但是他不能到无影像哦，只有八地菩萨就上了无影像，到不动地，不动地的菩萨，所以这个境界就更高了。所以如果你有大修行的话，只要你抓住几个重点的话，你要修就可以超越一大阿僧祇劫，可以去成佛，不用三大阿僧祇劫，因为你少修了三分之二的浪费时间流转。这个是楞严经就要这样，你就少很多了，因为八地菩萨到大佛只要一大阿僧祇劫就上去了，但是我们一般人呢要三大阿僧祇劫，为什么？因为凡夫的习气太重了，动不动就是我，动不动就是分别，动不动就是生住灭，我们太重了，很难除掉，这个三大阿僧祇劫才除得掉。所以为什么这么难？就讲因为习气，我们的无始劫的熏所习气已经成习惯了，就认为这是对的。那佛来看，他认为这些都是你自心现出来的，它并没有存在的，如空中花、水中月，如时什么时中女啊，时而女，都不存在哈、哦。所以呢，一般我们都有一个烦恼障跟法障，所以如来佛。他根本没有业障，也没有过失，也没有妄念，但是他为了化我里头啊，为了化度我们众生，他时常讲话有矛盾，讲一下说佛生病了啦、啊，啊佛怎么会生病呢、啊？啊佛被人家用石头丢了，扎到脚啊，他就问他为什么佛还有那么业障啊？不然你怎么成佛啊？他说因为我是为了化我，
我故意说我这个是在提醒众生。好，那佛来为什么他没有业障，也没有这么妄念啊？所以他说：“哎，佛，你怎么讲话这个话？讲一讲又讲这个话？刚才讲什么苦空无常啊？怎么讲又是什么常乐我净？你佛怎么变来变去的？佛就说：我变来变去是为了度众生啊。众生不了解呀、啊。啊，老师你怎么讲话讲这个人理解又那个？讲话也是因为你现在的现象在度你啊。母娘是这样子啊，母娘你讲话都没有算话，没有百分之百。母娘讲话怎么会百分之百？”因为我们的业力到这个时候，他讲那个话适合你而已啊，是你笨啊，他在显化而已啊，他没有讲真实话，因为你自信不找自信啊，你只是攀缘啊，攀缘他为了攀缘给你感应力一下啊，你就满足了，所以不能用攀缘的心去对着你的，要找你的心，我一切都是自己心的问题，所以这样的了解之后呢，所以他没有忘记的时候，只有已断的四种的习气，他恶魔还有四种习气，他断的。他你哪两种是死？什么死跟什么死？上过课的讲一下。你什么死？第一个叫什么死？都还我，你看，分段生死。第二个叫什么死？变异生死。分段生死是一个肉体的出生跟肉体死亡，叫分段生死。啊，但是这个分段是谁能断掉？阿罗汉就可以断掉了。那个，但是阿罗汉能不能断掉变异生死？不行，菩萨在修变异生死，修到只有佛才断掉变异生死。如果即使到弥勒菩萨，还有一分的变异生死没有断掉。所以这就是因为只有佛才能叫做二种离两种死，分断生死跟变异生死都断。什么叫变异生死？我先动个念头啊，不对，那个面条杀掉啊，这个面体很漂亮啊，不对，这个很漂亮，不行，那个念头一生一杀叫变异。念头一生出来就变异啊，不用说你一定要分段啊，我分段那么快啊，不用啊，对吧？就察觉不对劲啊，没有决心一下哦，这个要察觉，这个不对，这个好像我不对哦，啊改下一下，那个叫做变异啊，刹那刹那就叫变异，念头是刹那刹那变异啊，那个在佛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，好、哦，有愿力的，有愿力的大菩萨还有这个现象。啊，我这个度众生啊，这个、不对。我刚才用火太重了，应该放轻一点。啊，这个太轻了，不够力，应该放重一点。这个还会有差异性哦。啊，那这个都是变异生死哈、哦。那我们要讲，还有除两种障碍，哪两种障碍？一个叫烦恼障跟法障。烦恼障是谁才有烦恼障？六阿罗汉的人就没有烦恼障，众生都有烦恼障。六根清净的人绝对无人我的人就没有烦恼障，有一个我在一定有烦恼，我所有，我拥有，我老婆，我儿子，我儿女，甚至无穷无穷的烦恼都因为我，但是那个啥阿罗汉是无我的，就我就有烦恼一大堆，重生烦恼重生，那、啊、这障碍到你，对不对？但第二个呢法障，菩萨还要是有这个法障，还是修。阿罗汉是没有办法，阿罗汉是绝对是法障的。阿罗汉认为我有得到，这、就是法障，得跟失我有得到，我是苦集灭道，我因为我不要在人间受苦，我要到，哎、欸，我阿罗汉的我到山上去，我不要下来了，因为我成道了，因为他有法障。但是菩萨不是，入生死流就是涅槃，入生死流就涅槃，哪有什么生死，涅槃就是生死，但是呢？在这个阿罗汉有没有生死？有哦，下来就是生死，可以什么生死涅槃，他受不了了。这个法藏的法是变成一位，什么叫一位？什么叫一位？法就一位，一位就真如法界或者一真法界，只有一个东西，对吧？没有生跟灭，没有生跟灭就是一位。有没有生灭？没有。有没有生死跟涅槃？也没有，都叫做一位。讲难听一点，讲我们道家来讲叫太极。你不进入不会进入太极，你就不是菩萨。菩萨人都叫做太极，太极真人就是菩萨。他太极菩萨到佛就是佛就是无极，很简单，他全部虚空的，你结为一体了，那就无极。那我们是有无极本性的，我们是有佛种的，有佛的性啊。但是我们在阴阳界里头就是分别嘛，这、就是我执嘛。我们阴阳界是如此嘛，你怎么会脱离阴阳界？不可能嘛，所以你要修到太极来，就要到不二破掉，那不二在法之下破啊，还有我也要破掉，烦恼障也破掉，你才能进入太极嘛。所以这个都是讲的佛跟道是一样的，
所以一定要法一位而已，就是哈，这了解之后好。那大家讲，我们一般习气是我们重要的因，因为我们五始节来都习性非常重，因为你累劫不是一世的，经过百世千世都是一直累积这种习气在，你把这个习当作当自以为然，让我值得判断我的思维、我的判断、我的想法去做事情的，那这个我这个习气就重了，所以它是杀他性的。啊，啪一下子啊，不对，等一下，像擦台板一样啊，这不对，又像又那，哎呀不对，怎样？我们那个习性是杀他性的，讲话有时候是这样，明就变成这样子，也是杀他性的。所以我们这个习性是懒得这个为因啊，叫做杀他性。好，所以呢，是杀他性，离了什么？离开无漏的善，无漏善是佛才做得到。我们是有漏的善，有漏善就是我所善事是一样有福报的，我所善事一样有目的的，我所善事一样有怎样，要有更多的福报给我，福田给我的。就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，有漏善是没有达到跟空性相应的，所以如恒河沙，沙等恒河的七宝来做布施，那都是叫有漏善，那叫做福德，不叫功德。只有无漏善的话才可以，只有佛才可以去修这个无漏善，好，所以非，所以来讲啊，习气唯一是刹那性，离开了无漏善，他离开这，他是都有漏的，他是，所以他本身是离开无漏善，非流转法，他也不是叫流转的东西，佛没有流转的，但是我们众是有流转的，哦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离无漏善非流转，如来藏则生死流转，就是涅槃。身体流转这个即是涅槃的因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身体流转里头，他的心是永远极静的。他在身体流转中里头，他在度众生的心是极然的、极静的，是不起生灭的，不起啥我贪、我吃、我爱的贪灭。说他可以跟众生打成一片，他不会被众生拉走，没有众生怪气、拗气，因为他心没有那些贪嗔痴。啊，众生是懒得这种贪嗔痴，他一定会自我流转。所以，如果菩萨如来藏里头，他是生死流转即是涅槃的因，所以他把生死流转跟涅槃是当作因来修行。凡愚的人都不会，凡愚人认为涅槃是空的，生死是有的，啊、有生死，啊没有生死就是涅槃，啊涅槃是空的，他又分出两块。但是呢，如来藏本身就具备有生死的涅槃因。也就是说，菩萨了解这个境界，所以菩萨把生死当作去度众生的方法，他愿意乐而生死，去接近众生。他等到众生成佛，成佛了之后他才成佛，是佛可以抓到这种境界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把大概讲完的时候，大概对这个理念大概有概念的话，我们来看这个就比较容易了哈。不懂可以问哈。尔时大卫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，对佛说了：“世尊，如何？”如来何故呢？受阿罗汉呐、啊？为什么你如来你受阿罗汉变成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？为什么这些阿罗汉也没有成佛啊？啊，为什么你把阿罗汉一个人去受他未来是成佛了？在什么经有？什么经有你知道吗？阿罗汉被受成佛的在哪一本经？大乘妙法莲华经。他妙法莲华经哦，受证迦摄尊者未来是什么佛？受证舍利佛，你未来是什么佛？受证阿难，你将来是什么佛？他受每一尊的罗汉，一个一尊是什么什么什么佛，都在他的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里头。他因为阿罗汉是不能成佛的、啊，他是二乘啊。啊，为什么你何故受阿罗汉得到将来会成佛的这个受记？那为什么你又说无般涅槃的无般涅槃无般涅？涅槃法众生得成佛道，没有得到般涅槃法的人怎么可以得成佛道？你为什么又可以这样讲？因为你这个都是我们执着，是说本来要般涅槃才可以成佛道，而、没有般涅槃才可以成佛道，你这又怎么会讲？你又何故说？你为什么又说什么？从初得佛道，我般涅槃的，我其中没有讲一句话，不说一字啊？没有，明明你讲很多佛法，你又说我为什么其中没有说一句话？啊，你佛怎么一直都讲这些都我们听不懂的，在变来变去，啊，在佛有没有说一句话？我说没有。如果我说有，如果我有说法，你就是谤我佛。
你不了解我佛所说的意思，你谤我佛了。我佛大说法，如果我有说法，我就是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我相都没有，我哪有说法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他说我以佛从初得佛到我般涅槃这个经，我没有说过一个字。那你他就说，又言如来，你常在定无觉无观，你常在定中，你没有觉也没有观，而我们要觉跟观呐、啊。为什么你在定中无觉亦无观？因为佛才可以达到境界啊。但是我们一般菩萨罗汉都要定中去觉跟观呐、啊。好，你为什么就说常在一定啊，又无觉无观啊？为什么我们就听不懂？啊，然后又说佛事皆为化作，或者我所做佛事都是化作的。好、哦，又说诸事，你既然你化作都是由事台化作的啊，又怎么说你诸事刹那变坏？又怎么说你就是你化作，又怎么说诸事刹那变坏呢？啊，这个我们就来谈了，因为众生有事的话，刹那变坏是因为众生有贪嗔痴爱，贪嗔有所有跟我的我所有，我索取我执取。所以众生的事是刹那变坏的，但是佛的画出来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画的？是什么画的？也是用事来画的，因为藏事很重要，藏是如来藏，他已经是不没有个人的贪嗔痴爱之后，他把这个事转化为佛国给你了，但听得懂吗？但你来修行啊，就好像说你可以没有自己的怎样自己的欲望之后，你是不是可以用你的愿意？去化为一个道场，给大家来一个寺庙，给大家来修行，能不能？那是不是化的？对呀、啊。但是我们的事是用在自私自利、财产，我拥有的儿子、妻子、儿女，哇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索取、有取，因为自心现出来都要抓嘛。但是他已经没有，他空了之后，他怎么办？他就化很多一个寺庙，让你们来悟道、修行、成就。他也是画的哦，但事是用的角度用在哪里啊？所以万法为事，看懂吗？所以他就讲了，他说：“就你为什么讲说佛事都是你画的？因为就事才可以画嘛。那为什么说又诸事刹那变坏？又说什么金刚常随护常？又说金刚常随护卫？好、哦，又因为又说金刚常在你旁边护卫？其实他讲金刚护卫根本就不存在，是因为。”我自信佛的，我的那个本觉的不一样地方，也是我画出来的。我可以一个人画的菩萨好多尊，可以画金刚很多啊。你看了之后，你认为哇，这个地方你要来，他可以做到，因为他是个大乘境界啊。好，然后他又讲哈，又言前际不可知，而说有般涅槃。前际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去叫做前际，现在叫做现际。啊，未来这个未来际哈，然后又你前际不可以知，怎么又说有般涅槃？好，那又说你现在有魔跟魔业，又有余报，说你现在来成佛了，为什么还有魔还有魔业来考你？啊，你既然又有其他的什么业障的余报，有一些报啊，什么不好的报应啊？你又怎么说怎么一个迦丹婆罗女啊，孙陀罗外道女？假借说他肚子大了，跟你有孕了，他说你跟他已经怀孕，肚子大了，然后大家来回报你。他说又有现这样的东西在。他说你怎么说你成佛怎么又有迦丹婆罗尼啊？好、哦，孙陀的外道你啊，来也回报你啊。好、哦，还有说什么空波而还等等事，这都是活过去的一些过去的这个成长，在这个印度啊，他就问他这些，因为大卫菩萨很了解佛，他有很多的过程，如果佛有八难。他有这个好几难在，第一个有人谤佛说跟他怀孕，啊，有人活在说佛被石头砸到脚，啊，佛去托钵几天活动不到饭，没人给他饭吃，都有这种过程哦。他说既然你佛已经没有业障，怎么还有这些呢？对不对？他问他，世尊，你既然有这些如是的业障，你为何要得到一切种子啊？因为你说你是佛啊，你佛要得一切种子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既成了一切种子。为什么你不离如此的诸过？为什么你早早就有神通力啊？你为什么没有远离那些诸过失啊？你为什么还有那些过失业障呢？这样了解吗？他问这些，大菩萨是很聪明的人啊！哈，好，我们把它念一下好了，来把它念一下。如请。其实大慧菩萨又对佛说：“世尊，如来何故为阿难尊者少正等正觉计？
何故又说有无涅槃法之众生不能成佛？又何故说从初得佛道至涅槃不说一字？又何故说如来常无觉无观？又说佛事皆是因化而作？又说诸事刹那变现？又何故说金刚力士常随从不畏畏？何故既言有众生生得涅槃，而却又说本净不可得之？何故佛诸成道时有这诸魔障碍？扰乱的事情。何故？何故？什么？迦丹迦遮婆罗门尼曾谤于佛，下不到饭，空波而回。世尊呐，哈，世尊呐，这等业障，业障为何得成佛智？既得佛智成佛了，为何又不离十种的过失？对啊，这大威菩萨很聪明，他十地菩萨的人啊，他就为大家问这个问题啊，你佛已经不得了了。已经只有你，我就是无天上地下你最高，为什么要争因果啊？还有争业障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人家诽谤你啊？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啊？应该不会存在才对啊。